法醫專家、前多倫多警方探員 Mark Mandelson 指出，在短時間裡面發現這麼多人的腳，他認為事件並不尋常。Mandelson 說，有一或者兩隻腳衝上海灘已經很奇怪，更加不要說是十幾人的屍體殘骸。被發現的人腳集中出現在卑斯省海岸，在過去四年已經有11隻穿著鞋的人腳被衝上溫哥華附近和華盛頓州沿海的海灘。調查人員已經辨認出其中兩隻是屬於兩名失蹤男子。警方之前表示，這些人腳因為長時間浸在水裡面，所以和屍體自然分離。但是 Mandelson 說應該考慮犯罪因素，他說加美地區有很多失蹤人士，如果這些腳是屬於自殺、沉船、水上飛機失事等遇溺而死的人士，為何只是得隻腳出現而沒有其他屍體部分浮上水面？他表示法醫將會調查這些人腳的膊口，檢查是否有被鋸斷的痕跡。